选这个，也不要选这个，好吧？哎，就刚有两个这个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你帮我说，同样的放一起，收起来。哇！爸爸想去参加叠杯大赛。妈妈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什么叠杯大赛？叠杯啊！对。喂，他没有坐缆车。等一下，塑料袋特别包起来。我也可以吧。现在在录影的哎，我没有玩哦，好，我没有玩哦，叫，来，我带表又没关系，看爸爸就流汗来，三二，四月二十五星期六，角落生物开箱 ，get two， 三二一。我今天要来开第二箱角落生物，三二一，等一下，然后哇，里面有超惊喜的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开始。防水性明贴，还有课程表。防水性明贴。性明贴。防水性明贴。着色本是公用的。角落生物着色本。我们来先看看啦。我来试试试看看吧，耶！哇！跟对方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比较好。这个着色感觉就哇！着色本一本17块。太可爱了！等一下，着色本一本17块，有彩色笔的一本30。有贴纸哎！哦，那这里着色，我这里也可以着色。班级贴一个13块。等一下我快速翻过就好了。这是着色本，一本17块，里面有贴纸。有啦，有贴纸。那个呢？看看这个，这个有铅笔。对，这一本30，没有铅笔，一本17。因为可以着色的色铅笔。就买两种不一样的而已。会不会有一些惊喜打扮？哎，这是你的，是不是？哦，12.5。哇！12.13块。哇，我想要这个。哎，白熊的是你的，猫咪的有，猫咪的，我要猫咪蓝色和汽油。那是什么？是不知道。立可袋，立可白，还立可袋。对啊，这叫立可袋，不是白。立可白是那个。对，一体的，它是立可袋。什么？哇，磁铁！角落生物的磁铁。哎，你有猫咪的吗？猫咪，我要猫咪和企鹅。要粘得住吗？应该粘得住。冰箱贴一个8块。磁铁是猫咪，企鹅。还熊。蜥蜴。企鹅，猫咪，角落生物的铅笔，你要说毛茸茸铅笔团呢？哇哦，这个，哇，可以看下去吗？我有两个，哇哦，一个28块，还有这个，我想要，我才需要这种。这个是给姐姐的生日礼物，爸爸妈妈，你看，这个38块。圆规哈、啊。
对，好好哦，文具组。乖，你又不需要。对对，姐姐上小上小学后你就有了。爸爸，我也要讲我想物的。好，爸爸上小学，爸爸买给你。你们要三年级的样子，知道吗？爸爸一定帮你买一个。我们 GoPro 有录影进去，不能哭。GoPro 录影进去，一定帮你买一个最好、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小生日，好不好？好 ，Action。传说中真的，猫咪虽然很肥，还真的当美人鱼。有啊。我看一下。这个一定会大。哎、欸，猫哭美，猫咪人美人鱼真的嘞。这个是角落生物的纸胶带。手撕胶带 DIY 贴纸，八哎十四块。那我要炸虾给你换炸虾。哎，刚好炸虾是炸出来的。哇，要的是猫咪企鹅。橡皮擦一个三块。这个是猫咪橡皮擦。一个三块。这个是猫咪的小小橡皮擦，我要的。还有企鹅小小橡皮擦，我要的。还有炸虾。可是炸虾好可爱。炸虾小小橡皮擦，我要的。我最喜欢白熊、炸猪排、蜥蜴。好，这个是衣服。我要的公车，这是我要的公车。啊，你要的圣诞。哇，这是短的吗？抓管。妹妹的是公车，对不对？有点大。对啊，是哪？12岁啊，14岁。它上面衣服上面就会写12跟14。哎，妹妹公车啊。这妹妹这是14的，所以爸爸买错了。哦，买的啊，那你们要长大就可以穿了。长大就可以穿了。哎，我的尼斯湖水怪，我要尼斯湖水怪。他学几岁？那个怎么那么小，那么可爱啊？尼斯湖学几岁？几？贝贝嘞？你的脖子那里，脖子那里。这个14，我在这里学几岁？12。12呀，你好适合哦。很可爱，是12的，12应该给我穿才对啊。那我们等一下来一个换装秀吧。你们俩就穿穿看来。不是太小，就是太大。妹妹穿不大了。妹妹太大了。你是不大不小，跟阿奥，啊我是。姐姐那个也有点大，姐姐说不定可以穿12。不是小，那就是太大。不是小，不是很。姐姐这刚好啊。不是很小，那就是太大。三，要拍很多张。三，三，等一下，看到了那个。好，三，三，可爱，再可爱，最可爱。好。你看这打开的，好啦，他就点了我们喜香香的，爸爸来把这边，美妈，你不是要看这个？图画本吗？为什么下面的尺拿不到啊？哇，姐姐还有冰淇淋的。姐姐这可以给你当信纸哎，你的笔友的信纸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对，我们来选礼物。先让我啄一下，啄。哇，一个鸟鸟，这我要给我最满足的。你要铅笔没有用啊？你要选择你最有觉得你最有用的东西。现在要来做选礼物的动作，然后呢，他这个呢，爸爸就直接送我，所以呢，这不算在礼物书里面，所以我们一人选两个。来，我要选这个。我大胆的给你选走了，好。还要选什么呢？那我要选，哇，蜥蜴的。这里，我选我蜥蜴的，不要，我想要。我看我姐姐的贴纸，选走了。哦，你们都选这么好的。我看一下哦，选走了姐姐的贴纸，端菜端走了。姐姐很难选，对不对？那好，现在犹豫一下。防水姓名贴啊。来，又是来，哎，太高了吧？太高太高。什么嘞？角落生物礼物，
不要，最好不要选了直条，直条不是你。你选两样的啊，没有要选别的哈。我怎么在选？我看我要选不要。又是口，又是口，像不等着我低头的掉。丽雪，叫你现在用得到吗？杰克大会啊，真的要用紧急的，真的有猫咪超大贴纸。猫咪超大贴纸是这个排队，就这样。好 ，Andy。大家走喽。每天晚上六点都要去选票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要记得订阅我。